味觉池塘，春草梦，阶前无野，已秋声。古人意识到时间的流逝难以追回，便将四季的流转镌刻于瓶身之上，给时间留下痕迹。乾隆时期，西洋绘画技法与中国陶瓷的相遇，创造出了这件蓝底粉彩开光山水图转景瓶。瓶颈缓缓转动，瓶身上四季的景色也在不断更替，四季流转，万物轮回，时间总是按它的规律悄然运转，留存下了这件陶瓷，连接人与自然的不朽宝藏。